JCConf 2018精彩议程，由 Soft Leader 松林科技保险核心系统领导厂商 ，OS 号召各路顶尖人才携手放眼亚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离，赞助为您播出。好，那今天我们，我听说在这次邀稿的过程当中，很多投 Kotlin 那个 Coroutine 的一个稿件。那其实这两年 Kotlin 最红的大概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Coroutine 了。那其实 Coroutine 这个特性，这个语言特性，它其实就很早就出现，大概60-70年代的程式语言就已经有了。最早出现可能就是在有记录的就是 Simulator， 那 Simulator 就是 Smalltalk 的前身的，这一个。类似像最早期的那个物件导向语言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Java 还没有呢？但其实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其实要跟大家先讲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一段前言，因为我们在团队里面呢，其实曾经也想说要导入 Kotlin， 我们不是开发 App 的，我们是开发比较类似像 backend 的相关的一些应用，但是开发人员呢，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 Java。那我们跟整个团队同仁讨论过后，觉得说，我们还是维持使用 Java 好了，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 session 出来，我们才会找到这个 Quasar 这个框架。所以我在前言有一些自己的话想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其实在整个架构设计上面来讲，真的是有赚有赔。导入前请详阅公开说明文件，文件真的要看得很清楚。那其实所有的设计都是在诸多选择当中的 trade-off。 我们在面对这种 asynchronous 的环境，在面对这种 concurrency 的环境，各位可以使用 Akka 的 Actor， 可以使用 Reactive， 可以使用 RxJava， 也可以使用这样子的 coroutine， 甚至是其实如果不是那么 care 这种事情的话呢，甚至是 producer consumer patent thread 直接上了也可以。所以其实关键不是在于说哪一个选择可能是最好，而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讨论的清楚，在跟团队里面所有的人导入的时候可以沟通清楚，然后愿意一同承担后续要面对这些风险。好，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这个 session。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我是一个自测会的工程师。现在，对，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这一个主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叫做 Quasar 的框架。那这个框架呢，它在台湾甚至在两岸的文件当中，包含中国大陆那边文件也非常少，它能见度很低，甚至是各位如果去看它的文件，也会觉得还蛮贫乏的。可是为这个框架，其实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它在做这方面的机制来讲的话，有它的独到之处。那这是它官网的介绍，但是我们今天在现场不会带大家一句一句念英，就是把英文念出来，我英文发音也不好，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中文。它其实就是一个提供了高效轻量执行序的一个函式库，它有像 Go 语言的 Channel、Erlang 的 Actor。还有其他供 Java 与 Kotlin 开发使用的一些非同步工具。那我们会按照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解决问题的一个脉络，就是会从问题，然后去看见到底这问题当中有什么样子的需求，这需求我们要去推导它的机制。那我们有了这个机制，去明白这机制之后，我们怎么去实践它？以及实践我们怎么去验证它。那最后的话，我们会深入探讨我们在使用 Quasar 的时候的一些 issue。 那我们会从问题开始。其实可能各位在面对 concurrency 或是 parallelism 的一些开发所面对到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认为还是必须把这个解法 Quasar 的这个解法可能必须放在一个特定的处境当中，特定的情境里面，那在这个问题当中去探讨说 ，OK，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解，是可能是一个现在来讲最适合的解法。所以，不知道哈，各位有没有碰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不是
一个计算的问题。我们列举计算问题，这个是一个国中程度的计算问题，在 n 等于1到45的费氏数列里面，有多少的费氏数列求出来的值是质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个要算费氏数列，这个没问题，这是国中程度的问题。算质数也没问题。那各位看到的是，我们用的都是最慢最笨的写法，因为呢，我们只是要表示说，哎，这是一个很耗时的运算。好，那其实在这一段来讲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不知道那个后面这样子的程式码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好，谢谢。在这样子一段程式来讲，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给一个，我们给一个序列，然后去取得说，它如果是那个它 Fibonacci， 那如果这个 Fibonacci 的值是 prime 的话呢，就把这个值叫 numbers。那因为我是用 ReviewJS， 所以排起来的话排版有点跑掉了，不好意思。对，然后最后回传这个 numbers。那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这根本就是国中等级的题目。我们来这边讲不是要轻看大家的智商，而是今天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执行流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同步执行。同步执行呢，就是当你在算费氏数列的时候，你就只要等它算。你算50，你还是得等它算到50算完。就像如果大家有去咖啡店喝过咖啡的时候呢，他手冲咖啡的时候，你就只能在旁边慢慢等它，等它到煮那个冲完为止。那比如说像是那个大家如果有要排队买东西的话呢，你只能等前面的人慢慢在那边结账，结完账之后才排到你。这是一个一个排下去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如果我们程式可以这么简单，那整个环境可以这么单纯，那就好了。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呢，我们希望把中间的一些核心逻辑把它分开，那把那一块呢变成另外一个服务，然后独立出来之后，中间透过 message queue 去沟通。换句话说，原本的同步执行的一个流程呢，它切开了，变成一种非同步的概念。那非同步概念呢？其实最亲切的例子就是大同电锅。如果大家知道，大家有弄过蒸过东西的话呢，就是东西放下去，水放下去，然后切下去，然后就去做其他事情。等它蒸好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告诉你说 ：“OK， 好了。”那换句话说，非同步执行也是这个样子。你把东西丢过去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那它执行完回来之后呢，它会告诉你：“我回来了。”但是呢，我们原本的程式是什么？我们原本是同步执行的一个程式。如果要把它硬是搬到非同步执行的环境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会变成说，我们有一个动作很必须的，就是要等待。我们必须卡在那边等待 message queue 回来的一个结果。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event driven 的一个架构。那但是其实我今天还蛮希望在这里带大家看程式码的，但其实这个地方来就是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不占用大家时间去看，就是跟 Quasar 主题无关，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但是因为把刚刚那个概念的东西呢，我们回到刚刚那上面那个程式，好，就是这个好了，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呢，我们需要去计算费氏数列，然后计算费氏数列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去计算它的质数。OK， 我们要做两个动作，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动作把它抽象化成一个 command。那抽象化成 command 之后呢，我们就等于像是我们对 message queue 发 command， 发 command 之后呢，你各位在这边看到第一个这个 numbers。这个 numbers 它必须被整个保存在某一条 cache 里面。第二个是每一个 command 呢，它也必须被放在 cache 里面，因为我要知道说我从 message queue 回来的时候，我要找回哪一个 command， 告诉我说我的事情做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prime 它也要变成一个 command， 然后放在 cache 里面。那在接下在我在实做这个范例程式的时候，发现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去保存这些东西，而是
那个费氏数列这个动作做完的时候，其实只有费氏数列这支程式这个 command 才知道它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当然我可以用更外层的一个框，一个抽象层去包覆它，去控制整个流程。但是最务实的做法其实是在 Fibonacci 这个 command 里面去做一个 callback 的机制，它回来的时候我下一动要做什么。那换句话说，我一个程式原本在这个 block 里面很清晰的一个流程，被切割成不同的程式散落在各地，这就会变成说，我们真正面对到最大的困难，不是把它这些东西写出来了，而是写完了之后，这个东西要如何维护跟扩充的议题。所以，我们有了以下的需求：我们在呼叫 message queue 的时候，程式可不可以暂停下来，不要去等待它？那 message queue 回传执行结果之后呢，程式可以从刚刚那个暂停的位置恢复回来，恢复成原本执行的状态，并且我的程式呢，在前前后后头头尾尾的那个条理呢，能够清晰而易懂，我的程式可以交给下一个人去维护的。好，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需求，我们要来探讨我们要透过什么样子的机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coroutine 跟 continuation。coroutine 是什么呢？我们接 Wikipedia 的解释，那没关系，我们也不会去读这一段英文。对，我们一句一句的说明。其中一句讲到那个 coroutine， 它就是泛指用作非战事多功的副程式。那这个解释是非常早期的 NAS 提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呢 ，subroutine 它其实就是副程式。早期的程式那个 subrouting， 那它是一个可以用在做非战事多功，借着赋予这个副程式能够有多个进入点，使得控制流可以在特定位置暂停或复原。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在呼叫程式的时候，比如说一个 master， 或是你我们呼叫一段物件让它去做事，它总是会有一个进入点，一个出来点。那很多人可能会写很多 return。但事实上，但也有一些学派说，你的一个 method 你只要一个 return， 那这边的争议其实大家看 clean code 就知道了。但重点是，在这个解释里面，他讲到不是出来的点，而是进入的点。换句话说，你的程式不是只有一个地方会进来，不是你去呼叫它的时候它会进来，它是你给它一个 signal， 一个 hint 的时候。他会进来，然后他就从他进来那个点继续做下去。好，那他是怎么做到的？这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在 Java 里面，在我写 Java 这个从2000年到现在，从学习到开始写这样是这段过程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叫做 continuation。continuation 的话，这个字非常难翻。那如果参照教育部国语词典的话，这个可能叫做延续。OK，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在 Wikipedia 上面去找这个词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解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整段话放进来，我们来找出它最关键的几个意涵。第一个呢 ，continuation 它是一种程式流程控制的抽象化表示方式。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一步一步做下来。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可以控制这个程式一步一步做下来的这一个动作，我们可以把它做下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把它保存下，把它停下来，做到一半叫它停，然后在特定的时机的时候叫它从这个停止点回去。那这种时候呢，大家如果有研究过物件导向的就知道说 ，OK， 我们。有一个对应的问题，我们就会需要有一个对应的抽象机制去解决它。那这个 continuation 呢，其实就是用来控制流程的一种抽象机制。那换言之呢 ，continuation 它其实就表示了一段对程式的控制状态。那 continuation 呢，在程式语言里面呢，它会有助于使用额外的控制机制。那这个控制机制不是只对资料，是只对整个流程的。那如果大家有研究过 compiler，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重要机制，它其实是分析你的资料流 ，data flow analysis。
那但是我们在很多程式的一个使用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更常接触到的其实是对流程上的控制。怎么说呢？在 Java 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的。大家如果研究过，就是那个有以前初学的时候，初学 Java 的时候，我记得我初学 Java 的时候最痛苦的第一个东西就是 try catch。 try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在那边丢出一个 exception 之后，啊，我程式跑哪去了？但事实上呢，其实，在当回去看 Thinking Java 以及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 相关的一个书的时候，会发现哈，他其实在解释 try catch 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说，当程式你抛出 exception 的时候，你程式的这些执行状态 JVM 会帮你 keep 起来。换句话说，这个 keep 的这个动作，这个 continuation 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Java 不是没有，只是在这一个动作，它传统来讲都是 JVM 帮你做掉了。所以呢 ，Quasar 呢，它其实强调的点就在于说，它提供一个这种 continuation 的机制 ，programmer 可以自己使用这样子的机制，然后去控制程式流的执行状态。那当然，它就会有一些很棒的优点。在同步式开发程式里面，它这样就会具备非同步的执行特性。我今天在等待 message queue 的时候，程式真的可以暂停下来，然后等待 message queue 回来的时候呢，我程式在 resume 再恢复回来，来继续执行。那接下来就是它其实提供的一种轻量化 thread， 叫做 fiber， 那它可以建立大量的执行单元。那其实我们在开发 thread 的时候，我因为我之前那个年轻不懂事，我开发 thread 就一次就开很多 thread， 然后呢在 Windows 上面就发现，哎，奇怪，为什么我在 Windows 上面跑起来 Windows CPU 会吃到50%甚至100%，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后来真的深入研究之后呢，才发现事实上我们听到这个 thread 其实它是跟作业系统有对应的，所以呢。很多 practice 他会跟你讲说，你的 thread 最好不要超过你的 CPU 或者是你的系统呢可以支援的东西。你比如说你的 CPU 4核8序，那你的 thread pool 加总 thread 不要超过20个。那如果今天你要做的量很大，比如说你要做爬虫，你要爬个10000个网站，那你要让10000个 thread 去跑，还是你要让10000个 fiber？ 那 fiber 呢，它意思就是它不牵涉到作业系统底层。Kernel Space 的一个机制，它会在作业系统的所谓的 User Space 呢去做一个 Scheduling 的机制。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机体能有多大，你的 Fiber 就能开多大。那官方数据是说呢，好像一个 Fiber 的话好像是400 byte 还是400 K， 我有点忘了。对，总之呢，就是一个 Fiber 执行起来的时候，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适用于非占用 CPU 型的任务，比如说要做 IO 或是做通讯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如果今天是要去计算，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计算那个 face 数列，或是计算指数，或是要去跑更复杂数学计算，我们目的就是要使用最多的 CPU 资源的时候呢，其实千万不要用 fiber。好，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引入外部的 Java Engine 工具。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呢，在官网他们的介绍来讲，会建议说使用 Java Engine， 它的相容性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要在 deploy 的时候多一包 JAR 档，我们待会会讲到另外一个做法。那但我们如果要带入 Java Engine 的话呢，整个部署上的负担就会变大。然后再者，框架之间的相容性要深入研究。我们先把这些看完，因为第一个是 Quasar 他做这个 suspend 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你如果我们如果把它放在 Spring 的一个 controller 里面去使用，结果你 suspend 你停掉了一个 controller 的执行，你停掉了一个 controller 执行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 user 进来，然后在这 要使用这个 controller 一个状态？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牵涉到 Quasar 跟 Spring 之间的一个整合性的议题。其实这个都必须深入的去研究。但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应用上面来讲，我们没有把它用在 Spring 的 controller 里面，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也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给各位答案。那第三个其实是我心里面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做 continuation 这些框架都很冷门，在 Java 很早的时候 1.1.2 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东西在做这种机制了。那真的活下来的只有这个 这个 Quasar， 它更新到今年的1月，那很多框架都已经没有在维护。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他们这个框架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那我其实没有办法马上找另外一个框架替代，甚至更有甚者，我可能已经做好了，如果 Quasar 有问题，我就马上把它拔掉，直接用 product consumer pattern producer consumer pattern 这样子一个机制去取代，没关系，就让 CPU 去等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程式码可以改动的最少。对，那我们讨论完了我们这样子需要用什么样子机制去满足我们的需求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要来谈说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Quasar 实践进来。那我们讲到 Quasar 来讲的话，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到，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就是一个 主角叫做 Fiber。 那除了这个 Fiber 之外呢，它在自我介绍里面讲到它有一个像 Go 的 Channel。这个 channel 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借一下一张 Go 的图，对，这张图非常经典。其实这个 channel 呢，就是让两个 Go routing 或者可以说是 fiber 彼此沟通的一个机制。那当然，我们在实务上面在写的时候，这个 channel 它甚至也是可以用来沟通 fiber 的内外之间的一个，作为 fiber 内跟 fiber 外的一个程式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管道。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开始要来写这个东西，叫做我们今天这个程式叫 primality fiber。 那这个 primality 它就是所谓质数判定法则。那 Gradle 不 Quasar 它的一个主要的资源是以 Gradle 为主的。那它有Maven， 它也可以支援 Maven。 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话时间有限，我们只先说明 Gradle 怎么样子去做设定。那如果各位就是后续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参照它官网讲到 Maven 以及它的 example 怎么去设定 Maven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在 Gradle 里面呢，我们增加一个 configurations，增加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设定叫做 Quasar。 然后在 dependencies 里面呢，我们除了设定 Quasar 自己的一个 dependency， 然后指定说哎，我现在是用 JDK 8的，然后要指定一个 Quasar 的 JAR 档给他，给这个设定，他目的为的是说我们到最后呢，我要执行的时候 test， 或是如果各位是用 Spring Boot 的话，在 boot run 的时候也可以加上 JVNX 这样子去指定一个执行时期的一个 Java agent。 那其实如果在 deploy 的话呢，这个就会变成说你在 deploy 出去然后用 Java 去执行你的这一个程式的时候的一个重要设定。当然这边的话就要改成实际的那个 JAR 的位置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设定这个东西的时候需要有一个 Quasar 的 JAR，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小美角，其实就是在 build 的时候要记得把这个 Quasar 把它 copy 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写这个 fiber。 这个 fiber 呢，其实它的一个实作概念，甚至各位如果去看它的文件，它有另外一个抽象化的名词叫做 strand，strand， 不是 stand， OK， 它多了一个 r， 那多这个 r， 多这个 r， 这个 strand， 它跟 fiber 跟 thread 一样，都是一条一条的东西的一个概念。那 Quasar 说，我们用 strand 这个抽象概念来表示 fiber 跟 thread， 也就是说，在 Quasar 里面 ，strand 是一个 fiber 跟 thread 的一个连接。那这 fiber 就有一点像在按照这个 thread 的概念去设计出来的，所以呢，它同样有 runnable 跟 callable 这两个
这两个机制。Runnable 就是它没有回传值 ，Callable 就是有回传值，这个非常简单。那但是呢，在 Fiber 里面，它都会加上 Suspendable。所以呢，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在 implement 的时候，它这边会指定说它会抛出 suspend execution 跟 interrupt execution， exception 这两个 exception。那我们后续会讲一下这个 suspend execution 这个东西不是 exception，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好，那我们定完了 fiber 的一个外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写 fiber 内容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引入了 channel 这个概念。那这个程式码有稍微经过排序排版，那其实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就像刚刚大家在那一页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会有一个那个等待 message queue 回来。那这边的话 receive from channel， 那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函式名称就会知道说 ，OK， 这个 service 在 call 那个外部那个 message queue 的 service 的时候，它会回传一个 channel， 然后从这个 channel 去 receive 把那个 Fibonacci 的值回传捞出来之后呢，然后再把它丢到去计算那个指数，然后同样做同样的事情。OK， 但是呢，其实我真的要就是在写这段的时候呢，我要先跟各位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其实这样子写法不是很好，因为呢 ，channel 它有 implement 那个比较新的一个 I/O 机制，叫做 auto closable 的机制。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 try 那个 try with 的语法去包住它。那在接值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去 close 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 close 它。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那个，不好意思，第二个，然后我讲完下面两张再衍生出来。OK， 我们先看到刚刚的那个 service 里面呢，它会发一个 message， 透过那个 MQ 的一个sender， 那把那个 message 发出去之后呢，然后把这个 channel 送回来，对。然后，于是对，这是我们刚刚要讲的。这个 channel 回来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去 close 它的，所以就会变成说，就会变成说，这 channel 一直是在一个没有 close 的状态。那实物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这样子写可能会更好。第一个呢是去包一个 try， 然后去把它接回来，然后去 receive 它。那第二个是，其实我真的要讲的是，就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把它包在一个 method 里面去，除非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概念把它包进来。因为刚刚那个 receive from channel， 我们只做一个 receive 这个动作。那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第二点，就是因为之前那个程式是为了呼应那个一开始我们讲的，就是在非同步状态之下同步执行的程式，它有一个 wait 的动作，所以我们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其实这样做它真的会比较好。好，那第三个呢？我们从 message queue 回来之后，我们如果大家有写过那种 message queue 写的程式或 JMS 的话，会知道说都要写一个 consumer 去 listen message 回来的状态。那回来的 message 呢，我们会把它做一个 JSON 的转换，做一个值的转换，变回物件。变回物件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注册机制，因为原本 channel 在发出去的时候会注册到一个资料结构里面去，一个 map 里面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 find 出来 ，OK， 然后 find 出来这个 channel 之后呢，如果找得到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写法只是为了比较好读。那大家可能已经习惯写 if present 这样子。那这个 channel 取出来之后呢，把 send 回来就好。那这样子奇妙的点在哪里呢？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continuation 在 Java 里面的一个表现呢，其实它就是透过 try catch 去完成的。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send 这个动作呢，会强迫你去要去 catch 两个 exception， 一个是 interrupted exception。这个很容易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写过 multi-thread 的程式的时候呢，其实都会知道这一个 exception 非常重要。那但是如果但我们在这里的话，还要必须要处理一个 suspend execution。execution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exception， 对 Quasar 的一个控制机制来讲，它会认为说它是一个要在这个状态之下要把它去 suspend。OK， 所以它这边的话，我们要去 annotation 它叫做 suspendable。那我们 annotate 就是注明它是 suspendable 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method 就不用去 throw 这些 exception 了。换句话说，你可以去 throw exception， 或是不要 throw exception， 去 annotation 它作为一个 annotate 它作为一个 suspendable， 这样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程式。然后现在是在 main 里面，那我们到它的 test。test 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在执行这一个 fiber 的时候呢，会叫出 fiber 它 scheduler。scheduler 的话呢，我们会预先定义好在 spring 的 configuration 里面。那你也如果用其他的框架也可以这样做。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 run 它。那我们在 run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回来原本的那个投影片。OK， 那我们要深入来探讨 Quasar。那 Quasar 我们刚刚讲到，它引入了一个叫 Java Engine 的东西。那 Java Engine 其实它是一个 Java 1.5 时候加入的一个机制。这时候，那它其实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Java 是一个 compiler 的语言，但这个 Java Engine 呢，可以让你在 runtime 的时候对 bytecode 进行控制。那它有一个 package 在 Java 点 len 点 instrument 下。那必须在 command line 的时候指定就是 Java Engine 的一个 jar 档这样子。那 OK， 那我们其实如果在 Quasar 的官方文件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发现说它有一个名词叫 AOT。那 AOT 的话，我们在 JDK 1.9 的时候看到，Java 引入了。但是其实 AOT 的意思是我们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做好。比如说 binary call， OK， 它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叫 AOT。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做 instrument， 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就把它做好，就也叫 AOT。OK，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个刚刚的程式，它执行出来 ，OK， 它呼叫了那个我们的 message queue， 然后去跑结果出来，然后告诉我们说 ，OK， 3457111317232943是的 Fibonacci 是指数。那当我们要改成 AOT 来讲的话呢，会变成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蛮奇妙的地方，就是好，稍等我一下。我们如果用 Java Engine 的话呢，各位可以在这个 Gradle 的设定里面看到说，它其实可以，它其实就是在 Command Line 去指定 Java Engine。那但是如果用 AOT 的话呢，它Quasar 它提供了 ant 的那个 task， 可以让你在 Gradle 里面使用。所以我们在 Gradle 里面去需要去指定 ant 的 task， 然后在 compile 的时候，在 build 的时候做 instrument。然后我把这个降下来，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在执行来讲的话，它其实会得到一样的结果。那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 compile time， 一个是 run time。主要是如果今天各位要去控制已经有的一个那个 class 的话呢，只能用 Java Engine。那如果呢，大家写东西其实要 suspend 都在自己写的东西里面呢，会建议用 AOT， 因为我们在实务上面使用的时候呢 ，Spring Boot 2.0 以上，其实用 Java Engine 会出事。
所以后来我们都用 AOT 在，就是会建议用 AOT 来做。那这种情况下，你在 deploy 的时候呢，可以少带一包。然后如果大家使用在那个 Tomcat 的环境里面呢，它有一个叫 Comset 的一个整合框架。那用这个框架，用这个工具就可以导进到把这个导入 Tomcat 的 WA 档里面。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因为 Comset 它只更新到2016年，所以我们其实自己没有试过，但我个人其实不是很放心这样子只更新到2016年的一个 library， 现在已经2018年了。那既然我们现在是 continuation， 我们有一个很 exciting 的东西，我们可以用 generator。 generator 它的概念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呼叫它，然后它传新的值出来给我们。好，我们在这里，我最后呢会放范例程式的一个 GitHub， 那大家可以上去看，这边有一个 generic generator。我们在这地方传入 channel 进来之后呢，然后 initial 的值，还有 incrementer 跟 processor， 那再去比较，就是给它一个回圈，然后在这个回圈里面呢，我们会去不断的递增这一个值，然后去执行它。那这个 processor 呢，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去产生一个基数，你就有一个基数的 processor， 或是你如果要有一个费氏数列的那个数列的话，你就产生那个一个费氏数列函数给它，它其实就是传入一个 function 这样子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既然它是 coroutine， 可以像 Python Lua 这样子去 yield 吗？那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认为它的答案其实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我在 Python Lua 的程式里面看到那些做 yield 的做法，其实它的做法都是以做 generate 为目的的。那这 yield 的这个 YIELD 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method， 它在 thread 里面使用的时候是告诉 JVM 说，我这个 thread 的事情做完了，先放下，你可以去做别的 thread 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呢，我在 yield 的时候，我这个 thread 是活着的，它不会停掉。但是在 fiber 里面，各位可以这样做，这个在呼叫 thread 之后，你的 fiber 就会停掉了。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不看程式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时间不够，我们要来讲其他注意事项，这个非常重要。在 fiber 里面，尽量不要借用 synchronize 的 method。这种情况下 ，fiber 会觉得说我侦测到我卡住了，所以呢，他会建议你尽量不要 synchronize。第二个呢，为了维持逻辑正确性，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在 fiber 暂停之前把那些资料先存起来。那第三个，我们刚刚讲过 ，Java Engine 不相容 Spring Boot 2.0 以上，会建议使用 LT。那如果呢，你的 fiber 里面有 house 的 blocking 的工作呢，这边有一个设定，你在 JVM 参数的时候可以把它设为 false。那如果你的程式呢没有办法去做 instrument， 你的程式没有无法 instrument， 就全部都是照它的规矩写的呢，你也可以去把它设这个参数设为 false。那当然。好，最后我们要讲，其实在 Java 的一个下一代，就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 Loom 这一个工具，它其实就是在 Java 里面原生的 Fiber Continuation 的一个工具，但是它还在演绎，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好。好，最后呢，希望各位不吝指教。等一下，不是放这个，好，没关系，放这个。对，那个。这是今天投影片的那个位置，然后以及那个原始码的位置。主要是如果各位听完这个投影片觉得说，那个黄军讲的不太好，或是有什么问题，或是有后续的一些想法，可以在上面留 issue 给我，这样子。谢谢各位。